买点烤肉好吧？啊、哦，比那个涮火锅的稍微厚一点。这是1.4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烤肉的。来个1斤多啊，就行。这个是厚的肥牛，让他现切的。他说是1.4毫米，烤肉使的。15的哈。你有现金的吧？有、哦。嗯，这挺好，这个。这些都还有10多8的皮兜里冰淇淋，冰淇淋。一样来一兜吧。啊，这绝对是新的。一样来一兜，那你挠点挠点稀饭，正好。来，10块钱。这什么？摄像的。有青草了。马上到挖口钉时候了。这多少钱一盒？这个？8块。新蒜多少钱一斤了？7块。土豆呢？土豆加油。都装一起了。装一起。测量体温，舒适健康。走吧，给我拎一个。我拿这个不吃。走。妈，你拿着我整。不用，我说不整。我妈找焦点找不着焦点。哎呀，这两个大生的。哎呀，这个卷肉老好了哈。能吃这鲜。我爸不愿意吃卷生的，卷生的，我总惦记生的。这牙还能不能吃到呢？今天呢？慢慢咬，没事。这个生的给它放点盐洗一下。放点盐，放点小苏打吗？小苏打呀、啊。嗯。咦，那是新切的，你切干，洗洗就完事儿了，这玩意儿。干不？那也不行。那你还来一刀？我想让他给来一刀了，没好意思。我先来一刀，人还得往下整。口蘑。你这是口蘑呀？对。哎、你都那么吃啊？好像是吗？烤这么吃，你要是炒呢？炒它不能搁这揪拿去。炒切片儿，蒜片儿，我爸能吃这个面糊。他是啥都能吃。一到吃的时候就不行。不能吃你得。不能吃，能吃就能吃，不能吃就不能吃。大虾不能吃，地瓜、土豆子，不，那个、南瓜都能吃。再来个烤大虾。哦，这么厚。行。哎。让我爸稍微动了一下子，动一下好切哈。对呀、啊。这是切现成的呀。对，让他现切的，1.4毫米。哎呀，这还不少啊。哇，这个你能咬吗吧？这小孩这家可不小啊！啊！哎，小孩儿都干上尖儿一下子。小孩干上尖儿跟大孩差不多。这是青瓜，凉拌青瓜啊。嗯。洋葱、大蒜、火烧肉，这是那个韩式。辣椒酱，红的，这个是黄的，一样一勺，白糖，胡椒粉，芝麻，雪碧，椒椒，辣的这个，辣，这个我爸蘸不了，妥。你看那网上不说有卖左撇子的吗？你买一个左撇子的，这绳子可能好剪子都整坏了。这就1斤多才嘛？1斤多不能吃了。行，走你。早点饭。这个肉瘦了。嗯，就得放油，放点油。再搞点五花。嗯。我爸买个五花的，生好。嗯。我没敢大火。嗯。嗨哈喽，大家好，三八节快乐啊！那个迟到祝福，今天俺们吃烤肉，安排一下，安排我跟我妈，开饭，喝点白的，今天好几天没喝了，整一口吧。来，三八姐快乐，妈来，快乐。
快乐。我地瓜也跟着快乐。这羊肉都熟了。都熟了吧，你吃吧。熟了。慢点吃，可是羊肉咱得慢点下，给它勾边上。硬咬动啊。然后个人搁家慢慢吃哈。哎呀妈，这上外边吃干啥呀？你非要上外吃，搁家就吃呗。今天咱俩过节嘛，今天咱俩得多吃点。你吃饱算呗。是吧？多吃点，多喝点。还是个人搁家吃的过瘾。这点肉买花100块钱一共。在外边吃那点块肉都不敢加，不加不加没的。嗯，嗯，装那。快炉子，你烫手啊。这个行吧。嗯，这好这个。那个不淋油有点。不漏油。那个油没法整。尝尝，能咬动就行。买那个羊肉切咬不动，不是牛肉切。熟了吗？熟。去年三八节就吃烤肉，我跟我妈俩，我爸没回来，是吧？你爸咋去了？我怕不上班了吗？啊。咱俩去吃的烤肉。嗯。上外边。你那牙没事，能咬动。我这牙咬这个还能咬，它不疼呢。咋的？你看你愿不愿意吃？能不能咬动？吃面条有时候还疼。那我这牙不疼，就是不平。来吧，整一口啊，整一口，慢慢烤。这个薄，来得快。不是来得快，它这油能下去，它不存油。嗯。这都两片两片薄。两片两片吃。这薄你能咬吗？能。啥都能咬。三八姐过得也算不错，看吗？这是香这边的牙咬快。行，没事，你能使了。你大夫告诉你使了吗？你第二天就告诉我，你要使第二天使就行。我这害怕吧？我牙里头堵着药。对，这堵着呢，不能掉，这个才能掉。嗯，这是香的。你那个下边没镶上吧？你那个下边要是镶上了，你跟好牙一样。其实，你就是现在遭点罪，就是下边的牙修呢，暂时不能镶。嗯，是吗？镶好了就跟好牙一样。其实，我是手干净的啊。那天跟你大哥他吃那个羊头，那玩意儿真硬。那一般人吃不了。真硬。还是五花肉香，你妈会吃。五花肉香，是不是？五花肉那个很香啊。你愿意吃五花肉？我妈羊肉串烤肉都行。太好了。你吃了，你愿不吃？我妈都比较愿意吃。我妈比较能跟上潮流。什么麻辣烫啥的都行。对。米粉米线。是吗？那跟着吃的潮流算。你们就吃，我就往上去，好吗？嗯，行行行，走，走，走，吃这个。哎呀，大火大了。嗯呐，我还不知道啥毛病呢。你这冒烟了还不知道啥毛病？嗯，啊，那就是你。不知道啥毛病，你也爸吃。你吃的还叫？就是看出恩爱的。不是，我妈是属于那个吧，刀子嘴豆腐心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她那个
牙不好，你趁着整老了就吃不了了，是那么个原因。要不我可不是我扯那的。你看你还是不承认。他现在你有啥不好意思承认的？不是不承认，他牙不疼吗？那你整老了能咬动吗？我们家总监这个心肠非常好，他有的时候好啥呀？好啥呀？夸你呀、啊！夸你！是不是啊？不喜欢夸。他这人不能夸。这火真干劲呐！看这火，他这挠脑袋。不是那个意思。听说他那牙不好，你整老了，他在那等着，整老了就吃不动了，吃不了了。外边吃人家味儿，味儿啥呀？味儿啊，他那味儿能比这味儿强了，这又多食物。嗯，你再味儿。嗯，再上点生的呀。嗯，这一堆愿望吧倒没了。嗯，你还说俺们不买两个生的，不买两个能够你吃？苏子叶其实挺好吃的。苏子呀。嗯，好吃。咱们这块没有卖的，但是那家烤肉不知道跟哪买的。那大烤肉店啥都有。那时候生产队那时候那玩意有的是，没人整。妈，谁整它干啥呀？也不知道那玩意能包包。那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，是不是？酥的。这是素子。不是，我说那叶，那酥的叶有的是，那个粽一片一片的。那你说那个，那你说那黄豆腐，那有的是。现在市场还有卖的呢，好像是不是？啥？花生、毛豆啊。啥没卖的？我好像一年四季都有。昨天咱俩去有看，俺们家东北以前没有去哪儿，现在这点儿玩意儿可好玩儿哈。啊，今天让我爸冻上了。嗯，生的已经没吃了冻。这玩意儿油性真大呀。搁那冒油了。上边都直淌汤。油。嗯。香啊，那叫个香，昨天都妈吃香，快吃吧，吃行，服了。看我妈这招好，我给她拿着点来烤来了。嗯，看我这是双管齐下呀哈，这家多快。烤的比那好吃，是吧？比煮的好吃，有这股胡巴味。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。来，我老大瓶子。今天来个大的，二斤的吧，年前买的呢，谁到了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爸。哎呀，这个上菜。嗯，我这炉子拿过来了。放这儿吧。这个是糖水的，就剩这一个了。好玩意。这是蘑菇，快吃吧。哎呀，这烤的好。尖端的。哎，给你地瓜，你不要吃地瓜。对。我往这边挪挪。哎呀，差一点儿！你这不瞅瞅？刀高着不吗？你这啥玩意？谁给我拿的？三文鱼给你留的。哎呀妈！羊在顶上了。羊在顶上。这金针菇由我吃，你们咬不动。那也想吃？好吃。哎呀妈！一个人吃一样。嗯，我买地瓜就给我吃，我不吃的话不行。我吃的南瓜，你金针菇烤没烤熟啊？熟啊。这都要撒了。这个要撒了。哎呀。要。我不喝。我这咋了吧？啊？要喝？烫不烫的啊？不烫。你喝吧。快，我动不了，妈，你拿着你喝。你快喝喝呗，你趴着喝。你往我还趴那喝呢？不是。哎，蘑菇汤。是烫牙。
哎妈，一点都不烫，它怎么能烫？哎妈，再来一个，我妈喝上瘾了，家伙，滋溜滋溜的，散了。多大的家呢？又不烫。哎呀妈！这烫的，嗯。哎呀，呼的准子上了。哎呀，烫死了！哎，没有啤酒好喝呢。我愿吃金针菇。哎，牙口好行，你牙口不好还能吃？那玩意可治牙了。以前我也挺愿意吃。嘎吱嘎吱。这软和玩意吧，我更不行，这样咬不了。这个瓜你吃吧，我不吃这玩意。这个瓜呀，不好吃。瓜我也吃，我很最不愿意吃它。这南瓜多好吃，扛那玩意吃，这多好啊！还没烤西葫芦呢，烤西葫芦也好吃。嗯，咱们就喝口结束得了。啊？喝口结束吧。干杯呀！嗯，干杯，慢慢喝吧，来。嗯，来。还没，你那粥不了，你慢慢喝就好得了。三八姐快乐，嗯，三八姐吃好喝好哈，嗯，那个快乐，祝女士们三八姐快乐。怎么那么长个音儿？三八女神姐，那个所有的女同胞都是女神。男同胞也快乐，男同胞是男神。男同胞借男同胞借光吃点好的，那你看都不都快乐吗？那女的去过节，男的搁那瞅他，谁家不都得是？感谢大家哈，那个吃好喝好，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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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